嚟到11C 第五題，呢度有個咁嘅 histogram 啦。咁呢度咧就你都好容易睇到咧，最高嗰條柱咧就係 10.5 去到 15.5 啦。咁但係咧就千祈唔好寫嗰個嘅 model cast 咧係 10.5 至 15.5 喎，因為人哋都講明㗎啦。第一個 cast 就係叫做 1 minute to 5 minute 啊嘛。咁你諗翻咧，如果第一個 cast 係 1 minute to 5 minute， 咁第二個 cast 就會係 6 minute，即係 6 minute to 10 minutes 啦。咁就寫翻出嚟先，因為你前後做一個加減 0.5 嘅動作啊嘛。咁呢個第三個 cast 就係所謂嘅11 minute to 15 minutes 啦，前加 0.5， 頭加 0.5， 尾減 0.5， 咁而呢個咧就是我哋個 model cast 啦。咁記得前後都寫翻個單位俾佢啦，因為都係好多人錯嘅，即係話漏嘅，就係唔記得寫單位。哦，咁所以個 model cast 咧就會係11分鐘至15分鐘，前後都要有單位。